房屋健康谁来把关？高房价时代可别花冤枉钱。防水层没有做好，这导致它那个水，那它的水就渗到这个墙面了。长出香菇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香菇的时候它就说，原来都腐烂掉了。煮饭煮到一半，跳电。对，这最常发生的情况是，我的厨房跟我的工作阳台居然是同一个回路。有一件案件是因为有业务公司的报告没有上法院，我就帮这个我们的当事人去争取到50万的修缮的赔偿。